了。浩哥好，陈同杰好，平生老师大家好。老师就是针对你所讲，你有这么好的歌艺，对对呀、啊。但是你都是玩世不恭啊。嗯，好像随时都有喝着小米酒的感觉。嗯，老师觉得你可以到这里，可是你一直玩到这里，最后就变这里了啊。你懂意思了？懂。好，今天唱什么歌？今天带来是萧煌奇老师的《末班车》。末班。你很闲的。你上周唱放生，这周唱末班，根本就不想留在这个舞台，根本就是不想要看到我们。是不是真的吗？这是意外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子。那你要好好唱哦。是，来，一起来欣赏。班车，古拉，谢谢。